我们的故事这样开启。如果说意外可以改变结果，那我接受过程的颠簸。那心情，你的每次微笑。景阳，你快帮我看一下，我真的好痛啊！景阳，你快快帮我一下，动一下。不是，我等了好久了，都没人能帮我，求求你了，你帮我吹一下吧，我真的特别痛，好好好好，好疼啊！在哪儿？这。谢谢你啊，眼睛好多了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景阳，我们都合作这么久了，也没一起吃过饭。要不今天晚上结束之后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？不了，我还有约。景阳，这么久了我没有回应你对我的感情，是我错了。我不是，我什么时候对你有感情了？你之前明明不是这样的，你之前明明对我很温柔、很体贴，你还说你喜欢我。陶曼曼，你没搞错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你，还要追求你？你怎么能这样说呀？我喜欢的女，我喜欢的女人，她体贴、温柔、可爱，还有上进心。我李景阳心里这辈子就只能装下一个人，再也装不下第二个人了。你骗人，你肯定没有女朋友。如果有的话，为什么她从来没有来看过你？而且你朋友圈也没发过呀，景阳。就算你喜欢的是别人，我们也可以在一起的。李景阳，刚才发生的这一切，我可都录下来了。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的话，我就分分钟发到网上，到时候我就说你是一个欺负我的渣男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这个当红小生要如何发展事业。陶曼曼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你听，你先出去。玉姐，那我也想法不错，就是手段嫩了点。我这儿呢，刚好也录了一段，我也可以随时都发出去。我也想看看，当红女模特要如何发展事业。玉姐，我错了，咱们这个视频。我求你了，千万别发出去！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了。啊，这视频我现在马上删。好了，求你了，玉姐。走吧。谢谢玉姐。干嘛要这么看着我？我女朋友刚刚好厉害。哎，你还好意思说？那个陶曼曼之前欺负过你吗？你是不是傻呀？都不知道回击的吗？我在片场也没搭理她呀。再说了，好男不跟女斗，别生气了。看不出来啊，还挺会怜香惜玉的。我错了，你罚我吧，怎么罚都行。那我倒要好好想想，到底该怎么罚你。那就罚我一辈子不许离开。回家。给我吧。程木跟小玉头那点事儿，又不影响告白，干嘛那么纠结啊？什么叫那点小事啊？啊，不小不小不小，事儿挺大的。我就是觉得，你们程家人给人名分都这么谨慎吗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这就是我们程家家风，不轻易给人名分。想要名分啊，
那得看我心情。